37岁的 Twins 成员阿娇今天凌晨在 IG 秀出闪亮钻戒，并留言下一站幸福，正式宣布和她交往3个月的男友，有一姐王阳明之称的男友赖宏国订婚。她上月21日刚过37岁生日，随即秀出钻戒宣告喜事。而男方赖宏国今年29岁，相差8岁的姐弟恋开花结果。男方透过友人向媒体回应，我不是艺人，希望低调，但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业，给阿娇最大的幸福，也希望大家能给予祝福。去年10月，台湾媒体拍到阿娇前往台湾拍戏，男方多次进入她住处，阿娇返回香港，男生又被拍到进阿娇的家，于是双方大放坦诚交往。没想到热恋进度之快，男生已求婚成功，阿娇也幸福晒出钻戒，甜蜜闪耀。